男生木村拓哉拥有俊俏外貌，自出道以来吸粉无数。过去他出演电视剧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，被媒体封为收视男。然而近期开播的新剧却没有获得好成绩。木村拓哉主演的新剧《风间公卿教场零》第一集开播后创下 12.1% 的收视率，没想到第三集找来了女神新垣结衣出演，收视率却跌至 9.8%， 相当令人意外。相关人士推测，该剧是推理刑事剧，且在晚上9点播出，剧情放在该时段似乎太过沉重，导致观众们产生压力。不过不少人认为串流平台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靠电视追剧，因此收视率的参考指数似乎不太站得住脚，应该将网络回响也纳入参考数据才对。